立三十周年的特别的日子，我们给我们自己来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三十年哈是漫长的一个岁月哈，我用我自己来形容一下什么是三十年。三十年前，我一个人未婚北漂，我用一首歌来形容，那个叫做林强的春风少年，你看，我是春风少年呀。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还是用一首歌来形容。各位觉得什么歌比较适合呢？哎，往事只能回味了。不过这三十年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忘的，是令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青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三十年，我们三立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，创造非常多的精彩的内容，创造非常多的传奇。三立是一家创意十足的伟大的公司，三立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个背后一定要有各位跟各位家人的支持，三立才能走到今天。因为行销公关部啊，他说给我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啊。各位想听五分钟呢，还是听三十分钟？听五分钟的请掌声一下好不好？那听三十分钟的呢？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谢谢董事长。我为什么说三立伟大呢？三立台湾台啊，在2000年的时候制作了台湾有线电视第一部的八点档，叫做阿扁与阿珍。那时候的无线台啊是一个巨兽啊，你根本搬不倒它。但是阿扁阿珍一推出啊，收视率啦赢过无线台，到现在已经23年了，我们总共做了24部的八点档，其中有一部叫做台湾霹雳火，各位都知道了哈，收视率瞬间冲到20%，这是破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我想江国斌的巨龙啊，苗可丽的龚恰平啊，大家都记忆还犹新。现在正在热播的《天道》是一部题材非常创新、内容非常精彩的八点档，我个人是每天收看的。我不知道各位有在看八点这个《天道》吗？有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不要骗我，我等一下要出问题问你们哦。没骗。真的非常好看，天道赞，每天一定要收看。另外我们制作了非常多的内容，包括戏说台湾，包括行脚类的节目，从最早的草地状元，然后到宝岛神人大在台湾的故事，还有超红超夜这一系列的台语节目，台湾电视台唯一的台湾语电视台，咱正港有台湾在打拼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台湾人的电视台，咱是正港的台湾人电视台。另外，我来讲一下都会台，这个都会台就更不容易了。我们做了第一部偶像剧叫做《薰衣草》，也开了有线电视的先锋。之后，我们陆续做了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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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在是太多了哈。华八真爱找麻烦，哒哒哒哒，总共了上百部的精彩的经典的内容，外销了30几个国家，奠定了我们三立戏剧王国的地位。另外，除了这个节目之外，我想我们也开了料理节目的先锋。行男这个节目到现在还是在热播，还有我们的完全娱乐，尤其都会台最擅长的是什么？大型活动，金钟奖、跨年晚会，大型活动都是都会台最强的。三立都会台是华人的骄傲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哎呀，接下来这个更不得了了，阿关啊，新闻台啊，三立啊，三立新闻台一样首创总统辩论，在有线电视台带三立摄影棚来举办，以前都是公馆跟无线台。北高市长的辩论也是三立首创，三立新闻台首创。开票的收视率全国最高，打破了所有的记录。另外，我们做了《消失的国界》，台湾亮起来啊！还有什么？导读台湾嘛，政论节目嘛，阿关的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只要我赚钱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三立新闻台已经成为台湾人看新闻必选之台。我想30年过去了，这么精彩，未来我们董事会已经把棒子交给了我们高明慧总经理，由高明慧继续创造三立的奇迹，再造三立的伟大。我在这里只有提醒一点，过去我们的收视率做个10几个百分点、20几个百分点都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现在要做2个百分点、3个百分点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大环境改变了，新媒体已经崛起了。所以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，不能用过去成功的思维、过去成功的脑袋来要面对未来的竞争，我们要换位思考，我们要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，才能跟未来做竞争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真的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大家再忍耐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我再次的感谢，三立的所有同仁以及家人，你们的支持，三立才能有今天，我们才能创造这么多的奇迹，这么多的传奇，来为台湾人打拼。我告诉各位，这30年，我们没有浪费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青春。我们因为我们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我很珍惜，很感恩，真心的谢谢大家，有你们陪伴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感谢大家。今天是三立30周年的家庭日，希望大家在这里都能够玩得很开心，带着满满的回忆回家里，我们继续拼下一个30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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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董事长。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。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
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